们先看一下右手边好吗？拿到我们的这个最佳演唱组合奖，哈、哦，非常非常开心。中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中间。中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正前方。来这边。好，左手边也请看一下哦，哈，左边看一下哦。来左上哦，左上哦。来左后。来中间回来啊。好，来右手边，请看一下。好，最右边后面也请看一下哦。好，再看一下那边哦。好，两位左手边，哎，中间好了哈，中间我们直接先看一下正中间哈。好。我们先看一下正中间，不好意思，中间看完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吗？这边 左手边两位同意一下视线。好，谢谢，都可以了吗？好的，那在这边非常恭啊，这边还要补是不是？我帮哦，好，来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太开心了。好的，恭喜爱乐团拿下了这个最佳演唱组合奖，先跟在场的媒体朋友们打个招呼咯。我们是 Crispy 社团，我是丁丁，嗨，好，是这次拿下了这个奖项，感觉怎么样？想非常的开心，非常不可思议。对，就是从那个念出我们名字到走上台，整个空就像是空白的，现在这是正常的。回家才说，哦，真的，我脚正在走，然后我的那个大钞拿出来，但我现在在哪里？然后看到小巨蛋所有的观众，然后想起就是这一路走来说支持我们的人。回应他们的期待，就非常非常感动。是因为每一个得奖人走到这都说，他们听到自己的名字真的是整个空白。真的。对。哇，得奖了，什么得奖了啊？大概怎么样？就一阵就是很慌。那现在有比较回神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现在还是在一个飘在云上的感觉吗？对对对。嗯。感觉那个身体是跟意识是抽离的。对，而且这个讲座其实非常的重。是，那头好重啊，非常的扎实。才这样子，想说，哦，不掉。在心中有很重的分量。是，因为毕竟你们这一路走过来，这个战友那么长的时间了，对不对？一直坚持在音乐的道路上，对，这个拿到那个真实的感觉又不太一样。没错，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一瞬间，好像所有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觉。然后就今天我们家人又来，对，我们就今天家人也有来，然后我们就觉得为他们，就是让他们感到骄傲这件事情非常非常。对，那有没有什么感谢的话想说的？刚刚在台上没有说的呢？感谢的话，也要谢谢彼此吗？啊，谢谢，谢谢老公，谢谢老婆，谢谢。就真的是我们从真的是一路走来，然后也是从情侣变成夫妻，是，就是我觉得所有一切都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幸运，然后就是很谢谢带领我们走到这一分之一的那个幸运。对所有帮助我们的人跟所有相信我们的人都非常的感谢，没错，谢谢大家一路以来一直陪着你们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好，真的非常恭喜这次拿下我们的最佳演唱组合奖，耶、yeah, yeah. 那有准备好要怎么庆祝了吗？等一下先吃东西，先大吃一顿，大家都饿了。那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吃，那是一整天吗？几乎没有什么吃，大概只吃了一个 bagel， 吃个馒头。那你吃的比学长多，学长真的完全空腹，他快饿死了，这很重哎、欸。这个已经快拿不动了。好，那赶快先放你们哈。那个今天好好的庆祝了，恭喜我们的这个最佳演唱组的志乐团，恭喜你们，谢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